下面一个问题，这怎样才能使家人吃素？以及用素食来拜祭祖先，如果以素食拜祭祖先呢？祖先是否会不同意？这是你多心了啊，你多疑了。祖先呢，比你聪明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知道当年在世一生吃肉啊，跟很多众生结了冤仇，啊，搞得这个冤亲债主啊一大堆，都不肯饶过他，啊，才知道错了。那你现在素食难得了，你用素食拜祖先是孝敬祖先，用肉食拜祖先呢是添增长祖先的罪业，把这个煞神吃肉的账啊，要算到祖宗头上去了。你说你这算是孝顺吗？啊，所以印光大师啊，有很多篇的文章，啊，都是劝导大家了，用素食祭祖。